这个有点贵，在这菜。啊，行了。嗯，在那他要芥菜的。要长出来了。嗯。你在这儿管，在这儿切啊，在这放放。青椒的啊，长猛了。啊。嗯。这每天给把它浇着。哦。走。啊，老姐，豆豆可凉快了。人家老家都凉快。嗯。叫来老给你摘点菜，摘点菜到那我那边。是。嗯。尝尝。这菜好好吃。嗯。走。今天上午往这儿给我打个棚，我都住这儿。这老家能住一次，这次老家来吧。不，这来这儿打个棚，手太紧，咱吃住这儿了。好嘞。今天种的菜不嫩，现在在这儿种的菜。黄瓜，嗯，吃黄瓜吧。啥呀？走。看，你看，今我这地出的这些，嗯，黄瓜。胡萝卜。嗯，这是水胡萝卜吃，都是那个摘的。啊。你这都有点积开了，你看。啊，它有点。黄瓜。嗯。绿洋洋的。嗯。它长还不错。好嘞，现在天没晒，再浇。啊，看点儿，看点儿，那种黄瓜粗的。嗯。胡萝卜，顶老了。这胡萝卜小呗。我这小老，你那吃啥吃的？不行，它太嫩了。这是嫩的。妈，那个小青家长吧。嗯。嗯。有大的长，摘小的家长去。好大的一点。嗯。这个咸的。来，这个。这些黄瓜，这你这黄瓜。嗯，在那吃不着这么嫩的黄瓜。嗯，在那都是买的菜。买那菜都，而且都可老了。是啊。嗯，那黄瓜都没吃了。那有这种啊，我给你摘点，摘点回去了，叫他家妈那。回去放冰箱，咱们拿走。嗯，拿放那。嗯，那盘黄瓜，那不，你这大。不买菜了，这还有买菜不养闺女，没有啥也做。嗯。啊，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种的西葫芦瓜。嗯，长西葫芦瓜，这要非要是没菜了，我都来这摘点，等下，要是炒菜吃，主要是没菜吃。对呀，这个中间小料，给吗？恁这那头大，皮肉小。嗯，摘点，摘点回家吃，啊，好干，嗯，小青叶家长吧啊。这个挺好。我听，那大的也摘了。那嘞？那底下。黄瓜不掉，那黄瓜都粗了，嗯，不粗都老了。摘小棍儿。这都皱了，皱了吃。嗯。人又没有冰箱，又没啥的。没吃了掉。黄瓜跟着长那。吃辣。啊，不管你吃不吃，我愿意吃辣椒。你吃。嗯，那你。辣椒少吃点，有辣辣的。其实还没长红嘞，其实搁家再少长长，再少弄点儿。家长吧，长红了都，到时候。我在这。给。这都皱了。少摘了。还有尖角呗，我记得种个尖角的。你别嘞。看西红柿，哎，都还绿的，都没红嘞。这太阳一烧一晒，它容易。嗯。摘点小尖角。嗯。是为了红了呢，我给你摘点儿，就是红了没得回来了，给摘点儿，我这都回来都种菜。嗯，长了吧，现在。来，长了吧。那都苦了。对，黄瓜粗的，这不下来都是菜丁了。嗯。给你摘点儿吧。不了，就这吧。够了呗。够了。西红柿都还绿，没有红的。那我种的是洋姜呗，那底下。那不是洋姜。摘月了有洋姜，这有了，你回去你就看见了。洋姜这个不是洋姜，这个光是啥？嗯。那叫爹了，小亮。那我爹吧，小亮爹了。放羊了呗。放了。现在多少一只羊？十一羊了。快干了，走。那要晒呗。那一个，那走。对。待会儿看牛羊。嗯，挺弄的。这山一下的，这山一下的漏的，你看光都漏了。太到脚底下，太到脚底下。光漏了一下。嗯，走。弄太到脚底下。哇，
开始核桃，今天都哦抽，到时候吃核桃吧。嗯，几只羊呢？是十羊。十羊。哎，刚才不是说还说十一个了，大姐。十羊那个不是那小豆不是白小点呢？嗯。头两天吃剩给爸爸拐点药，拐点药那的没来的。丢了？嗯。跑找不着了？不是没来死了。啊。嗯。行吧。那今年的核桃，今年核桃都抽。嗯。嗯。挺丑。正常时候能那摘核桃吧？嗯，摘核桃。今年啥也抽，今年。前两天那羊不得劲儿是？嗯，头两天俺爸俺拐点药，也打一针，打两下针嘞。羊是这？咱俩人家说吐水了，这有病。吐水了？嗯，有病了，现在孩子那啥有病嘞。你每天过来？俺每天家喝水。喝水。嗯。吃饭了？哦，嗯，每天也放也喝，多喝点水。行，嗯，不是刚才这个药，不是刚才这个药，别的药也是。不是，这不怪别人知道了呗。挑水溜了，挑水溜了。咱不怪别人这儿，咱把咱自己得弄好，知道了呗。咱不是说别人身上，嗯。死了，然后在这个山羊也死了，羊啊吐出来，要不然羊也吐出来。嗯，这不要光看别人这儿都有这儿的，是呗？嗯，把羊拐好叫。嗯。然后那俩羊给死了。嗯。什么事了现在？嗯。哦。这每天我还每天放。每天把羊放，多加弄点水，现在天热。啊。夏天的天热了，你多加喝点水。每天加喝点水，这吃人掉。这是才。现在天才热，嗯，你得喂好药，家一定要喝够水啊。啊，现在不光买了，就是这个先喂着。啊，你把它下小羊了，嗯、慢慢的越来越多啊，不要光买了，对了，得管道养着羊，买了就管道。啊，你爸说不买了，这条这就摄像都给我放，可不买了，嗯、是吧？对。